今天好开心呢，我们来到 James Shopping Level，一位很著名的宝石切割师阿 Ben，阿 Ben 你好，嗨，你哇，好，大你家好，好，大欢家迎好，来大小家好，大帅家哥。好，大家好，哦，阿 Ben 呢，你从事这个切割宝石多少年啦？我从1971年，我在柬埔寨切割，一九七一到现在了。柬埔寨开始，哇，哎呀，柬埔寨71跟我差不多，跟我同岁。我71年我就切红蓝宝。哦，这样子呀，然后1979我到移民到美国，我嗯，就切割给那个批发商5、6年，然后自己开自己的公司，然后我就在电视台做wholesale，所以就我做了25年 for 这个 gem shopping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在 Gem Shopping Network 里面，OK，它是对对对，对你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啊，就是所以它是供托给 Gem Shopping Network 的，对对对，非常对呀，好，对对对，呀，我供了25年了，呀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站在这里直播的就在 Gem Shopping Network 里面，它就是你平常你是去 Gem Shopping Network 就是从这里带到旁边那个房间里面去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呀，Gem Shopping 你只能在电视台买，对对对，呀，而且价钱高高，帮他直接买就可以很多了，对对对对，直接对，就大家的那然后很多都是你自己切割的哈，对对，刚才这个90%我就切割，那他是得奖。不断的得奖，每年都得奖的。那个得奖哦，就是 AGTA 美国那个红蓝大的红蓝宝最大的，对对对对，他们每年在每年就有一次啊比赛，在 Tucson 那边是不是？不是，在你可以。你可以献你的东西，你切好寄去，然后就算有一个 show，他就算就算他就给你奖，得奖呀。所以他是你是每次都代表 Gem Shopping Network 去的，哇，对对对对，我代表自己而已。但是我是在 Gem Shopping，我做那个几十年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之前25年主要是供给 Gem Shopping Network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谈好了，Gem Shopping Network 卖10000多，我们今天就31值，OK，就这个价钱乘以0.31，就是我们大家买的价钱，OK。你要不要我帮你报价？对的，不用报，不用，他们自己会报的，对对。因为报有好多时间的，比如说这个13750，我们的价钱是乘以0.31啊，就大概4262，今天所有的价钱大概乘以0.31。好，Ben，你讲讲，给我们讲讲这一个宝石啊。这个宝石是从 Turkey 国语叫什么？土耳其。土耳其是natural gemstone，是 double refract，就是像钻石是 single refract，这个 double refract。你看上去的那个反闪光哦，一个线反了两，变成两个线，所以就 double refract，呀，对，好，但是这个石头就比较 soft 一点，多硬度是多少？你不要带着做压就可以，多少硬度？差不多5磅，5磅，呀，大家看到了 cut by Ben 啊，Ben 是一个 cut。就是专家来的，而且得奖的是，他有写着 cut by Ben 嘛。我今年呢在得3个奖，所以在突算我就0奖，然后就36了。哇，厉害哦，要升级了。对对，哇，到时候跟我那这个一个切割对一个宝石的作用很大。呀呀呀，那你跟我对，你跟我一个美女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，就是这个宝石的切割的重要性啊。这个是我们英文，我做多数是在电视台都是讲英文，跟美国人做嘛，所以是 Brown Portuguese。我不晓得鬼叫什么，但是 Brown Portuguese 就有很多 facet。很多 facet，所以你看很漂亮，而且我用很好的钻石。这个中文应该叫什么啊？罗兰塔啊？我都不识。我要查一查，因为这个宝石我也还要查一查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这很 spider white 啊，spider white 都来 spider 来，中文叫什么？对对，自己查一查，因为宝石的世界真的太大。因为我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，因为就是很特别，平常我没卖过。
spider 来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是珠宝宝石啊。这个你是从 Turkey 买这个宝石？ Turkey， 我跟 Turkey 那个批发商的，我买石头来切嘛。嗯，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宝石，对对，你看它的切割啊，反正闪光度。所以一个切割 cutting 对一个宝石来说非常重要。OK， 就是好，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其他的吧。Cut by band， 如果这个写的 cut by band 就是这个 band cut 的。我就 90% 都是我 cut 的。哦， 90% 放在戒指啊，重要的、Cut by band。OK， 那这个OPPO 44卡拉乘以 0.31， 就大概是三一值大概4000多，有 shape 来4000多乘以0.31啊，哇，对吧？很漂亮，这个很很漂亮，对，这个很对对对，都是他自己 cut 的啊，是这么大，其实一点都不贵，旁边镶了 shape 来跟 sabrite 是非洲来的呀，哦 ，shape 来跟 garnet， 所以。在珠宝行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位置都有很多不同的专家，就比如对 band 是 cut 珠宝的切割师，切割师，而且就是哇，你看现在已经有36个奖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看这些应该也是 cut by band 的呀，哇 ，aquamarine。就是这个借钱就不易借的，乘以0.31，一分钱不减了。先跟大家讲 ，OK， 因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佣金接上去，然后就是接了很合理的佣金，然后就是18K Aquamarine 40卡拉是这一节是一分钱不减，不易借的，18K Aquamarine， 因为他们也不讲价，因为他们这个货就供给 Gem Shopping Level 卖的，就是这个戒。Aquamarine and Diamond， 40卡拉的这个 Aquamarine 海蓝值嘛，对，乘以31值就大概6000多，海蓝宝，对，都是他自己切割的，非常漂亮，干净。好，我们石头都是 100% 干净。这个是 OPPO 20卡拉，这个是 faceted 的 faceted 乘以 0.31 就是差不多2000块 faceted， 大家看到这个切割要不一样的了，所以这个切割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sapphire 乘以 0.31 就是6000多，一分钱不减啊，一点都不减。 18K20卡拉的 sapphire， 你现在20卡拉的 sapphire 是什么概念？一卡拉都要几百块的了。OK， 那现在这个价钱买这个 sapphire 都买不到的。因为一般明码实价已经打好价钱，就是一分钱不减的。对，那这个 18K emerald 是两卡拉40卡拉钻石68。三一值大概就2000多一点，2000，哇，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个是也是cut，这个三一值就1000多，这个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，这个红纹石特别切割，你看好像，我看过最高级的红纹石可以达到10000块一卡拉的，因为它是这糖果一样。大家看到糖果一样的红纹石真的很难见，很少见。然后这个哇 ，Tourmaline Mirian Cutting， 哎 ，Bella 这个 cutting 叫什么 cut 啊？啊 ，Malayan cut， 就是 Malayan cut，Malayan cut， 中文应该叫什么 ？Malayan cut， 千星，Malayan OK， 哇，这个呢，你看 cut by band OK， 哇 ，cut by band， 就是三一值哦，才1000块左右哇，那这个很超值啊，这个很超值。我修你那个不讲价的，不议价 ，OK 好。我要修你2022的比赛哈。哇 ，AGTA 呀 ，AGTA 2020那个
我得五个奖，这个第一个哈。哇！啊啊！然后，等等等等，哇 ，stunning，stunning 哦，昆士，哇 ，I don't think 昆士 would look like this amazing， 哇，这个是昆士，这个是那个紫里飞的这个。呀呀，他们。哇，得奖，得奖 ，first play，OK。然后这个。哦。Appetite， 哇 ，Appetite 可以 ，Second， 哦哦哦 ，Honorable， 哇，你赢了这么多奖啊，我四个奖，昆塞，嗯，聪明伶也可以切割成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我们四个奖哈，这里哈，我再收你一个，这里，哇 ，OK， 哇 ，lock 到了 ，lock 到昆塞也可以这么漂亮啊，这是红纹子，如果这样子要多少钱一卡拉？很贵的。这很贵啊，这收藏的我们都不卖。收藏不卖，因为我有一次在也是在 AGTA 那边看到几万块一卡拉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只卖3000块。啊，你只卖，就是我看到就是那顶级的红纹丝可以卖到几万块一卡拉，你只卖3000块，因为它已经哦的那个在卖的。这个是获奖的获奖的切割师。五个奖，这个2022的。哇，恭喜恭喜。谢谢阿 Ben， 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大家就好好的看阿 Ben 的东西了，这些大部分都这个是得奖的切割师啊。